我跟你们说啊，生腌小青龙超级好吃，那个肉就跟吃果冻一样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吃生腌全虾宴，先来个三文鱼便便。先来一个红魔虾的脑子，哇，今天的脑子好漂亮。这个是美瞳虾，哇，这口好香。有没有吃过这个东西的？寄居蟹。爆浆了，看起来可太有食欲了。这个是生腌海胆甜虾。这个是重磅生腌小青龙，我跟你们说，生腌小青龙超级好吃，那个肉就跟吃果冻一样。哇，你看，这个就是它虾线，真的是够粗的。哇，来一口，只有潮汕人才懂这一口的含金量，有一点膜给它去掉。美哉，那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。